处罚，还叫胡世言查。校长要做好现在的工作哦，不能让小男生这个消息。卷毛还要电话再给你哦。江培，我来你家玩耍，赶紧去。哦，不能让你找到我家。不该走，你妈来找人家。谁怕他呀？干得不错，送你了。有生意还找我哦。寒假无限延长，各位同学自行在家学习。芋头，五分钟后给我发消息，然后来我家。没问题。赶紧去。小兰，不在。放弃。妈，你不累吗？不累哦，娱乐有钱赚。你妈让我追着你，不要让你回家，她才能清静清静。哈，跟我斗。